好，我们今天来上第二篇三类型文章的范例文。我们上次上的那篇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那因为我们这学期下半学期要写小论文，所以我想说我们第二篇呢可以看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是写给学者看的，他讨论的议题也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议题。在学术界呢，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刊登到学术期刊上，不仅要得到期刊编辑的同意，因为期刊编辑只是一个人，或甚至编辑委员只是一群人，他们很难每一个专业都掌握到，所以每一篇学术论文会先交由所谓的匿名审查人员去确认说品质够好，然后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瑕疵，确定没问题了才会让学者把就是研究论文刊登出去。这篇论文的申论的议题就是，他觉得我们看那个摘要第一句。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should be abolished。他觉得这种匿名审查制度应该取消，这就很明显就是他的立场。那这篇论文算是科学社会学领域，就是他是这个社会学领域是在研究科学这个制度如何运作。所以他的目标读者就是也一样关心科学制度的运作的社会科学学者。那因为是研究论文，所以它的结构跟我们这在课堂上写的申论型文章结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在课堂上强调的是先提反方的想法，然后再去提你自己的想法，解释为什么你的想法比较正确。那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通常先把尤其是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论文。习惯先把你自己的重点讲出来，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就是一个一个处理掉。像他下这篇文章下面会提供大纲，不是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有大纲，但是这篇有，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是怎么论述的。那每一篇论文开头都是有一段摘要，摘要就是整篇论文在讲的东东全部浓缩起来变成一个段落，意思就变成说，因为世界上有很多论文，但是时间有限，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节省时间的方式。你如果从标题看不出来这个论文是不是你真的想读的内容，你也可以先读摘要，然后如果摘要让你确定说这确实是你有兴趣的主题，你再去慢慢读整篇论文。所以摘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一段而已。所以我们有了摘要，也比较好掌握这篇论文的写作流程跟策略，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看。第一句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开门见山"，他们就觉得，学术刊登前的匿名审查制度应该取消。好，然后接下来，we consider the effects that such a change will have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cience。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取消的出发点是这一个制度对于科学整个社会结构的运作的影响。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hanged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the likely effects on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 scientists。他们特别探讨的是，如果把审查制度取消的话，会如何改变科学研究员的诱因结构？Incentive 是诱因，以及因此可能带给就是个别科学家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有哪些？We evaluate these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ic consequentialism。好，所以推演出大概会有哪些变化之后呢？他们就拿这些新的变化跟目前现状这个两个去做比较，而比较的基准就是 epistemic consequentialism。epistemic 是认知科，认知学。
那科学研究嘛，科学很重视就是，实证主义，就是你研究的东西确实要，就像是你研究成果那样，不能造假，然后确实能够就是被重置之类的。Consequentialism 是结果主义，意思是说，重点是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中间的过程比较相较之下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是说，它比较前后标准的根基就是，改变之后科学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找到真相？We find，这是他们那个推论结果。We find that where the effects of abolishing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can be evaluated with a reasonable level of confidence based on presently available evidence, they are either positive or neutral。所以这句话很直观，我们就可以直接翻。我们发现，当取消匿名审查制度的影响能够有就是合理的信赖区间来评来评。evaluate 评论评鉴吗？的时候，而且是根据当下的状况来做评断。在这种情况之中呢，取消的影响要么正面，要么中立，就是没有影响。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它不是全部都正面。它承认说有些地方不一定变得更好，但是至少不会变得更坏。We conclude that on present evidence, abolishing peer review weakly dominates the status quo。这句话其实只是在总结上一句话。上句话说，改变之后会有要么正面，要么中立的影响。因为他下句话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取消匿名审查制度，略胜 weakly dominates 略胜现状。status quo 是现状的意思。好，所以这篇论文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他非常贴心的提供了一个大纲：Introduction, setting the stage，先铺陈。所以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仔细看会发现，Introduction 比较像是一个研究动机的部分，就是研究者自己的为什么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然后 setting the stage 比较像是文献探讨的部分，就是，他这篇论文不是第一篇去讨论审查制度，所以他们也要去回顾以前其他人讨论审查制度，如何讨论得到什么样的结论。然后从第三点开始就进入他们自己呈现的论点，然后他们分析的面向有分六个面向，所以他的结构就变成说，它是按每一个面向来分析，说第一个面向取消比现状好，第二个面向取消比现状好，然后就以此类推下来。第四点呢，因为他刚刚摘有写，就是有一些影响正面，有一些影响没有影响，所以第四点是在讨论没有影响的地方，然后再说明为在这四个面向里面，为什么取消匿名审查制度其实不会有负面影响。好，所以截至目前，这个都是我们在课堂上有在练习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写作结构，比较两个东西的时候，按面向分析，按面向去比较。第五点是学术论文才会特别需要写的，这个是一般称之为研究限制。就是说，好，我们有这个提议取消匿名审查制度，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困难，执行起来会不会有些困难？他就这边就分两个可能的困难来讨论，然后就结论。这篇论文20几页，我们应该没办法就是巨细靡遗的看完，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它的结构。好，所以一开始 introduction 这算是比较个人研究动机的部分。这一段 peer review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contemporary academic life。匿名审查在当代学术界扮演举足轻重的位置，占据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它大概就是在提出，
在刻画出匿名审查制度的重要性在哪里？好，那既然每一个学者都要面对学术的匿名审查制度 ，Given these circumstances， 因此 ，one might expect peer review to b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well。既然如此，一般人应该会觉得说，那科学哲学应该也会去讨论这一块吧，因为既然大家都要面对，就用他用 might， one might expect， 你大概会这样想吧。言下之意就是，其实不是，不像你这样想的。实际情况跟这个不一样。Peer review should arguably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the debate about demarcation criteria。然后这个词可能不是很熟悉，所以后面括号解释 ，What separates science from other human pursuits？ 所以他第一。这一段第一句就提到他这人要讲的就是，好，匿名审查很重要。那科学哲学的前人是如何去讨论匿名审查制度呢？然后他下面就是分几个面向去讨论。第一，这一句讲的是科学分野问题，有没有提到匿名审查？然后他说文献回顾里面。他只是一个 in the minority， 真的拿匿名审查去讨论相关问题的人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议题，其实也可以透过匿名审查来讨论。而这些议题 ，all of which should interest philosophers of science。所以这一段在刻画出他们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那因为这个是。这个整个学术期刊，它刊登这篇文章的地方，通通都是在讲科学哲学，所以，跟你们要写的方式不大一样。你们要写的这，你们就要真的去刻画出一个大家为什么要关心你写的这个东西。但是它的读者群众已经固定了，他就必须要把自己议题连接他的读者群众。好，然后 here we， 所以这篇文章要干嘛干嘛。Here we bring together the work of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especially social epistemologists of science, who have written ab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empirical work about the effects of peer review. 这一句话开头就是开始说明他们这篇论文要做如何进行。Bring together， 好，所以他们要把两点。两个不同研究面向结合起来。第一个研究面向就是 the work of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就是前人研究 who have written about， 就是前人研究。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 empirical work， 实证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做文献的分析跟结合而已，他们自己还有去做数据的分析。好 ，we argue，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论点。这篇文章两个作者嘛，他们根据这一句话是讲他们研究方法，这一句话就是研究方法得出什么结论，这个是他们最后要证实的事情，要推论的事情，这是他们中心论点。Where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have claime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cience works well, their arguments tend to rely on things other than peer review。所以第一个论点就是，匿名审查制度对于科学进行的有效性贡献没有那么大。直接翻译就是，当科学哲学家声称科学的社会结构运作顺畅的时候，他们的论点其实主要依赖的不是匿名审查。And， 所以第二个论点。That where specific benefits have been claimed for peer review, empirical research has so far failed to bear these out. 而当有人声称匿名审查有若干优点，如果去做实证研究，会发现这些优点似乎不是那么的，不是那样存在的。
has failed to bear these out， 意思就是说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所以这两句是前后呼应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出来。第一句他说方法一会做文献分析，二会做实证研究。接下来他说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是根据文献分析，匿名审查没有那么重要；二是根据实证研究，匿名审查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是呼应的。而既然匿名审查没有那么重要，相较 comparing this to the downsides of peer review， downside 就是 disadvantage。所以如果再去考虑匿名审查的缺点， most prominently the massive amount of time and resources tied up in it， 尤其是资源耗费的问题， we conclude that we might be better off abolishing peer review。因此我们觉得应该取消匿名审查制度。所以这一段就是在仔细说明这篇论文接下来的结构。这算是理想性的结构。就是摘要是实际写作的结构，就是你就是他最后全部写出来，然后实际来看的话结构长什么样子。大纲是理论性的结构，就是我们如何分小节，如何分点。这一段呢是在说方法上的就是论述结构，理想性的结构，就是说如果你这篇论文读完然后有读懂的话，你得到的资讯应该就是这段里面所提供的资讯。好。Whereas philosophers have investigat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science, there has been surprisingly little reflection on peer review in particular. 开始进入文献探讨了。前人研究有研究过科学的社会结构，但是很少研究匿名审查制度。所以很少研究匿名审查制度，他就可以就是把有去研究的论文全部都丢出来，因为他不多，他就每一篇都提。所以这一段就是在摘要并提及并摘要前人的相关研究。Some brief clarifications。好，讲到这里，文献探讨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他一开始点出他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刻画并勾勒他的问题，然后再来做简单的文献探讨。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厘清他的问题 ，brief clarifications。这一段你们应该不用去写，这是严谨的学术论文，才特别要写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审查制匿名审查制度，我们讲的是哪一种匿名审查制度？以及我们针对的是哪一点去打击它？The key change， 他们真的想改变的 ，we are arguing for then is to move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such that an article is considered published before it enters peer review。所以，当他 our target is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他要打的点其实不是 peer review 匿名审查，他要打的点是刊登前做匿名审查。他们觉得应该要改成刊登后再去进行审查。然后所以他这边也说，所以其实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 ，some readers may think that our terminology abolishing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suggests a more dramatic change than what we actually advocate。所以他就特别点出来，就是一开始我们前面讲的画的饼好像很大，但是怕读者会误会，我们这边仔细讲说我们确切要改变的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our argument is as follows。 这一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篇论文有大纲，但是一般论文没有大纲，因为一般论文没有大纲，所以需要写这一段。我们接下来的论文结构长什么样子？论点结构长什么样子？你可以把这段想成把大纲写成文字。
So D, we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clear benefits to abolishing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先提到就是明显的优点。In contrast, while various benefits of the existing system, downsides of abolishing peer review, have been suggested, we do not think there exist any that have clear empirical support. 所以他们觉得取消有各种优点，那现状的各种优点他们觉得没有实证的证据。Insofar as empirical research exists, it is ambiguous in some cases and speaks relatively clearly against the claimed benefit of the existing system in others. 那好，既然提到实证研究，那我们真的去看实证研究的时候，要么就是没有明显的优点，要么就是他提到的是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的缺点。While we admit to a number of cases where the evidence is ambiguous or simply lacking, 我们承认有一些案例是证据不足。但即便如此 ，we claim that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bolishing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would lead to a peculiar sort of Pareto improvement. Each factor considered is either neutral or favors our proposal. 所以，即便有些地方证据还是不足，但是他们整体而言觉得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利大于弊。Either neutral or favors. 所以不只是利大于弊，甚至是说他们认为没有缺点的。要么有优点，要么无影响。好，然后他下一段就是又更仔细的讲说，他们认为“利大于弊”这个词，他们仔细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他这边就讲说，我们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参与学术界的人都会得到受到优点的都会得到好处。然后也不是说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面向都会得到进步，我们单纯只是说，可能有优点而没有缺点，所以也许中间会有些人不受影响，有些制度不受影响。然后接下来他又再深一层的去分析说，我们这样子定义所谓的利大于弊会如何影响我们论点的有效性。这个其实这个可以跳过，这个非常的那个专精。不过他们这边算是很诚实。There is considerable inductive uncertainty about our conclusion. 因为我们是用归纳法，所以我们的结论确实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就是在科学研究里面最理想的论点是演绎法，用逻辑推演，但是他们是用归纳法，所以可能会有没看到的盲点。好，接下来这篇论文不只是讲说应该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他们还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所以这一段又开始讨论他们替代方案的有效性。Regarding the alternative to the status quo we shall be considering, 关于我们将考量、考虑、讨论这个与替代现状的方式。Note that our primary aim is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ystem. 这篇论文主要目标是在评价目前存在的制度。However,We believe that is only really possible by comparing it to an alternative. 然而我们觉得要跟一个替代方案做比较才能真正去评价当前制度。We are not claiming that the proposal we put forward is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alternatives. 我们并没有声称说我们的提案是最理想的替代方案。所以他这边点出来说，他这篇论文重点不是要如何改变现状，他单纯只是说应该改变现状，然后他提供的替代方案只是说明用的，并不是一个他们真正完全支持的方案。然后这边又继续在讲说他们研究可能一些限制，就是尤其是当他们实证证据有限的时候，也没办法提供非常有力的论点。但是整体而言，
觉得还是一个有效的论点，就是整篇提供的论述应该还算有效。这几段其实就是以上大概是三四段，你们不用太在乎啊，这是学术论文才要提的东西。好，所以前面是关于那这篇研究的引言，接下来这一段，前面有做很短的文献回顾，就是直接关于匿名审查制度的相关文献，但是他们这边比较仔细的去做与匿名审查比较广范围相关性的文献探讨，然后也去说明匿名审查制度的实际流程。读者理论上都是学术人，所以应该知道匿名审查是什么，但是为了论文的完整性，他们还是就是整体再勾勒一遍。你们不清楚的话，我就顺便跟你们讲了，匿名审查制度是这样的，就是期刊编辑，如果他们第一次阅读这个投稿论文，觉得说没有太大瑕疵，没有明显瑕疵，的话，他们接下来会根据论文的主题去联系那个领域的比较知名学者，然后看有没有人愿意审查这篇论文。匿名审查是不收钱的，所以有学者愿意审查的话，单纯是义务性的，就是就把论文交给人家，然后人家可能会花差不多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仔细读完，然后看有没有缺点，然后看有没有改进的方式，写一个报告回来给期刊编辑。通常一篇论文不只给一个人审查，通常给两三个人审查，所以期刊编辑他就要收集这两三篇读者报告审查报告，然后先要看它的有效性，就是说这个评论员是不是乱写，有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然后就是觉得 OK 的话，再把报告以匿名的方式交给作者，就是论文作者，然后论文作者就可以考虑，就像我们在班上做的那个同侪互评一样，可以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些修改意见，如果不接受的话，要说明为什么不接受，然后回应修改并回应完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全部再交给期刊编辑，而期刊编辑呢，又会去把这些东西交给当初那些匿名审查员，让他们就是等于是他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因为是匿名的嘛，就会来回，可能会来回一个两三次，最后确定说要么都改了，要么不想改的地方审查员也可以接受，之后才会刊登，所以这个是很耗时间的，而且也不收钱，所以这个就是这篇论文提到匿名审查制度的资源消耗的问题，就是这个，它消耗的资源主要是时间。好，然后这边说明现状，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这一段是在说明现状。We take the status quo to be as follows. 我们认为现状是这样。下一段提到他们的替代方案。Our proposal is to abolish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Scientists themselves will decide when their work is ready for sharing. When this happens, they publish their work online on something that looks like a preprint archive. Okay,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概念。科学研究跟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他们的目前的审查方式，不仅是透过期刊编辑做中间人，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线上资料库丢上去，然后其他匿名学者，其他学者可以匿名的方式直接在上面做评论，就是有一些领域有这个东西。那因为这个是刊登前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 preprint archive， 刊登前的资料库。所以这篇论文两个作者他们的提案说，我们用类似的概念，然后呢 ，authors can subsequently publish updated versions that reply to questions and comments from other scientists, which may have been provided publicly or privately。好，那在他们的这个制度中，作者就可以
回应任何人提到的问题跟评论，无论是公开还是匿名。The business of journals, 学术期刊, will be to create curated collections of previously published articles. 所以在他们的提议之中，前面这个公开审查的过程本身就是刊登。那学术期刊的工作只是去收集，这些已刊登文章，然后把它整理成，比如说分按主题，分类或什么之类的。好，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个提议其实也不是完全新的，前人也有提过类似的提议。但是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或是有一些比较的部分，前人没有去做仔细比较。We are not aware of any detaile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effects these changes have had in those fields。所以他们不只是提议是有一些地方是新的，但是他们也是第一个去做相关影结果的分析，相关影响的分析，比较分析。好，然后接下来他这一段开始在按分面向分点去提说，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哪些面向。你看括号里面就知道 ，section 4.2 section 5.1， 它就是分点，它等于是预示接下来要讲哪些论点。然后又说明他回应方式有效性，这些都是很学术专精的部分了、名词定义。好，开始进入就是主要论述的部分了。Benefits of abolishing peer review， 所以接下来这几个小面向都是次要面向，都是在讲说，在这些面向之中，为什么取消现有的审查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并以他们所提及的这个替代方案做替代，胜过现状。第一个面向 ，sharing scientific results。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cademic science is that there is a norm of sharing one's findings with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orm 是一个标准价值，大家都信奉的一个价值。所以学术界所信奉的中心价值之一就是研究结果与同侪分享。Will abolishing peer review affect this practice?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need to know what motivates scientists to comply with the communist norm, that is to share their work. 所以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会不会影响，就是说学者会不会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必须要先了解学者为什么会想要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信奉这个价值，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根据这个价值去分析他们研究成果。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the feeling that they ought to, 应该要做 share generated by the existence of the norm itself. 那既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中心信奉的价值， there is no reason to expect this to be changed by abolishing peer review. 那其实就跟匿名审查制度无关，这个无论有没有审查制度，大家都会觉得应该要分享。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个原因， there is the motivation generated by the desire for credit. 好，就是说，学者为什么会想要以刊登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呢？一就是分享，但是二是因为刊登出来也可以赚，点数，不管是升迁用的还是就是年度评鉴用的，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有正面影响。所以根据这两个面向 ，if peer review were to be abolished， 假设语气，如果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 ，the communist norm 分享的这个价值 ，and the priority rule 就是要尽量成为第一个刊登赚取点数，这个惯例 would still be in effect， 还是会有效的。So scientists would still be motivated to share their work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所以看样子，即便取消审查制度，还是不
学者还是会愿意主动分享自己研究成果，并且刊登出来。However, the following change would occur. 但确实会有一些改变。他这一段提到的改变都是好的。In the absence of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scientists would be able to share their discoveries more quickly. 如果不用等审查完再刊登出来的话，那就可以更快速的做分享。然后他这一段就在讲说为什么速度是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这边提到说，其实在现状，即便是审查前的刊登前的匿名审查，但是如果是公开审查的话，已经有这个效果了。所以第一个优点就是，即便取消匿名审查，科学家还是会主动分享自己研究成果，所以这一点是这边比较占优势。第二个面向 time allocation 时间分配。The current system restricts the way scientists are allowed to spend their time. For each article submitted to a journal, a number of scientists are conscripted into reviewing it. Conscripted 是义务役的意思。And at least one editor has to spend time on that article as well. 对，学术期刊编辑也没有薪水，这个整个制度都没人在赚钱，所以最大消耗的资源就是时间。On our proposal, 但如果取消这个制度，用替代方案呢 ？Scientists would be free to choose how much of their time to spend reading and reviewing others' work as compared to other scientific activities. 既然它制度松绑了，就是每个学者可以自由选择要花多少时间去审查别人的研究，而不是就是等编辑就是批发给你。Some scientists would spend less time reviewing, some scientists would spend more, and some would spend exactly as much as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所以因人而异，愿意花多少时间因人而异。所以他按照这三种不同人做分析。如果你本来，如果 你主动愿意花多少时间去做审查没有改变的话，那其实就跟你无关， makes no difference。那但是到底那个就是愿意花更多时间的人会不会超过愿意花更少时间的人呢？就是这个整体而言，时间上能不能就提供足够的时间去做有效审查呢 ？We think people are the best judges of how to use their own time and labor. 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觉得这个不用推演，因为他们觉得在如果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学者自然会像用市场机制一样，就是去切磋出，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好的。而这个时间分配的方式胜过 the preferences of the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editorial gatekeepers， 让大家一起决定应该花多少时间，胜过让几个学术期刊编辑来帮大家决定。好，那这样子讲到底合不合理呢？他们后面有再加一点来补充。We claim, moreover, that the reward structure of science is set up so as to make it in their interest to do so. The credit economy incentivizes scientists to spend their time on pursuits, the epistemic value of which will be recognized by the community. 所以他们基本上说，为什么取消这个制式的制度之后，还是会有科学家愿意投入甚至更多时间呢？因为他们也知道要有人审查论文才能够看确切的保持学术水准，然后看作者才可以赚到学术点数。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那种概念。因为如果大家都很自私，不愿意花时间的话，那整个学术界就垮了。所以根据这样的推论，他们相信科学研究学者都是理性的，所以还是会愿意主动去审查别人的论文。然后下面就是在推论这些就是影响。所以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愿意主动审查呢？一，
For many scientists, reading and reviewing are intrinsically valuable and can help their own research. 因为你只会去审查你自己懂或是自己有兴趣 的论文，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读别人论文的机会，这也算是在增进自己的研究。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动机来支持作者的取消这个制度的提案。Second, the current system provides no particular incentive to read and review either. 现在也没有那么硬性的规定啊，虽然编辑会主动联系你，但你总是可以拒绝。所以相较之下呢，让学者主动决定，主动去浏览决定，应该胜过等编辑联络你。如果只是等编辑联络的话呢，通常就变成审查的人只是最不能拒绝的人，或是最不想拒绝的人，不一定是最适合审查的人。他这边有讲现状 ，This can amount to picking whomever is most weak-willed， 难以抗拒，就难以回婉拒 ，or under some extra epistemic social pressure， 或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感到压力的人。这些人比较在现状之中，这些人比较会去审查论文，那这些就不一定是最好的审查员。因此，取消现有制度，让学者自己决定，应该会比较好。第三点 ，gender skew in publications， 性别偏差，就是数据的偏差不平。Male scientists publish more on average than female scientists。男性学者刊登出来的论文数通常超过女性学者。然后这边就做了一个简短的文献探讨。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提议，那中间有两个提议跟他们匿名审查制度是否要取消相关。Two of these explana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our concerns here are 第一个 ，the direct effects of gender bias， 整个学术界的性别差异偏差的影响，以及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expectation of gender bias。第二个相关影响就是，当你知道学术界有性别偏差，那你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预期，这个预期也会改变你如何做研究。那接下来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gender bias in peer review， 所以这段讨论是审查制度本身里面的性别差异、性别偏差，但是他又说。Abolishing peer review will remove this and help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men and women. 取消这个制度其实也会对于改善性别偏差有正面影响。这个很明显嘛，如果这个制度有性别偏差，那把它取消掉了，性别偏差应该就会减少。从这个制度散发出来的性别偏差就会不见。好，接下来，所以第一个是直接证据嘛，第二个是预期证据，就是当你知道可能有性别偏差，你的行为会受影响。While the evidence of gender bias in peer review is not entirely clear-cut, there is good evidence that women expect to face gender bias in peer review. 所以到底有没有真正性别偏差的证据，虽然不是完全明确，但是女性学者预期会有性别偏差，这一点是证据明确的。In an effort to overcome this perceived bias, women tend to hold their own work to higher standards. 因此女性学者通常会等到自己研究更成熟，或是花更多时间修稿、修饰之后，才会试图去刊登。所以这个研究另外一篇论文 provides evidence that women spend more time correcting stylistic aspects of their article during peer review, presumably due to higher expectations of scrutiny on such apparently superficial elements of their work. 所以修稿不一定是实质进步，有些时候只是写作风格上的改变 ，stylistic style 的部分，这些表面的元素 ，superficial elements。
那下一句 ，on the plausible assumption that if women have higher standards for each article, they will produce fewer articles overall. This means that the mere expectation of gender bias can contribute to the productivity gap. 那如果女性学者他们认为必须要多花时间修改，代表说他们单位时间内能够产出的论文量就减少。因此，学术界看样子男性学者刊登的论文比女性多，有可能是从这个原因来的。这有点像是一个自我循环。女性学者觉得会有性别偏差，所以要花更多时间去修改自己的论文，所以刊登出来的论文数变少了，所以整体看起来像是会有性别偏差。但是，after abolishing peer review, 这个是作者的提议，如果把这制度取消呢？ Both women and men will hold their work primarily to their own individual standards of quality,and secondarily to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response of the entire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not to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opinion of a small arbitrary group of gatekeepers. 好，当下制度是基本上就是全就在看期刊编辑以及匿名审查员是否有性别偏差。那如果把这个制度取消呢，等于是把这些枢纽点散发开来了。因此，女性学者在刊登自己论文的时候，投稿自己论文的时候，第一，是根据自己的标准要求 ，their own individual standards of quality。次点，第二是对于整体学术界的品质要求标准。既然你没办法说是哪些人掌管 ，gatekeeper 是掌管的意思，掌管人、掌门人，对，就是掌门人。既然你找不出掌门人，那你只能对整体学术界来做那个预期。那整体学术界的性别偏差几率应该是比较低。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们不大确定就是这样子取消这个制度会让女性学术产量增高呢，还是会让男性学术产量减少呢？但是无论如何，两个比较相都是就是越来越相近。性别偏差会越来越小，那个差距会越来越小，所以这也是一个取消的优点。第四个 ，library resources， 好，这个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刚刚讲说这个整个结果就是为了能够产出学术期刊嘛，然后期刊上面都是有效的论文。截至目前为止，整个过程没有人赚钱，没有人付钱。但接下来学术期刊就是一个商品，各大学图书馆要订阅这些期刊就必须要付钱给中间商啊。这些中间商因为就是他们基本上成本非常低，因为前面所有的劳动全部都是就是无薪资，所以整个就是中间商的商业模式都跟成本无关，单纯是看市场行情，他们能够开多价钱多高就开多高。因此，学术期刊的订阅费非常非常昂贵。去年还前年，哈佛大学有宣布说，他们其中几个期刊已经付不出钱来了，没办法订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学图书馆资源的影响。这个点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回来再继续看。好，今天没有交作文的同学，你们可以在星期一中午或之前交到我系班信箱。系班信箱在哪里呢？我的就是 Moodle 上面有贴影片连结，因为把你带到信箱去。星期一中午交纸本。星期一中午赶不上的话，我之后会开放一个线上缴交区块，可是线上就是批改的话看起来会更乱。对你们就是理解上可能没有那么有效，所以还是建议交纸本会比较好。所以 ，again， 今天中午没有，今天没有交纸本的，最晚请在礼拜一中午放到我系班信箱。
木董上有影片连结。好，我们继续看。第四点，对于图书馆资源的影响，如果取消匿名审查制度，会有什么影响 ？Journal subscription fees 订阅费 currently take up a large amount of library resources. To summarize some key figures 重要的数据 from the 2008 report， 讲的就是前面这个2008年的报告。From the 2008 report。Research libraries in the UK spent between 208,000 and 1,386,000 pounds on journal subscriptions annually. And that was more than a decade ago, with subscriptions having risen substantially since. The cost for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ng one article, 一篇研究was estimated to be about £4,000, or about £6.4 billion per year in total. Savings from moving to author-paid open access were estimated at £561 million, about half of which would directly benefit libraries. 所以可见整个学术期刊订阅费的部分非常的昂贵。On our proposal, 如果用我们的替代方案 publication happens at the initiative of authors on one or more online archives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他们的提案主要就是刊登在网络上的资料库就算是刊登。Insofar as, 而要说到 journals continue to exist, they will create issues consisting of previously published articles.因为放网络上就算刊登，所以要编辑成学术期刊呢，期刊的内容全部都是已经刊登过的文章。Since these are already publicly available, they will not be in a position to charge for access. 那因为本来都已经全部公开了，所以学术期刊就不能垄断式的收费。The costs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will then be primarily.Be in maintaining the archives of publications. 所以就是学术刊登过程的成本就从编辑期刊转移到维护线上资料库。而实证的资讯告诉我们说资料库维护的成本比较低。因此 our proposal involves significant savings on library resources.节省很多图书馆资源，所以图书馆就可以拿这个资源做别的事。那另外还有两个 additional effects， two additional eff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is. First, the fact that the online archive will be open access means that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to everyone, not just to those with a library subscription or some other form of access to for-profit scientific journals. 所以第一个次要优点就是因为全部都放在网络上了，所以即使你的图书馆没有订阅这个期刊，或是甚至即使你不是学者，你也可以读这些研究成果，这算是一个好处。Second, the fact that any value added by for-profit journals would be taken away. 那第二个影响就变成说，那期刊本来扮演这个角色，他们的附加价值就会消失。那所以这边他要探讨的是期刊的附加价值是什么。It is the purpose of all other sections of this article to argue that peer review does not, in fact, provably add value. 所以期刊主要附加价值的地方在于审查制度。可是如果这篇论文剩下的点都游说你的话，那其实审查制度就没有附加价值。所以其实期刊研究期刊编辑也没有附加价值。第二个可能附加价值是 copy editing， 就是修正错误，文字错误。然后他就说 ，We propose that libraries use some of the funds freed up from journal subscriptions to employ some copy editors. 这也很有趣。既然图书馆省下一大笔钱，他们就有多的钱可以去雇一些，文字修改员、文字编辑，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工作交给图书馆。整个制度整体而言算是省钱的。
好，接下来 scientific careers，接下来开始讲到学者的那个工作跟事业的影响。The publish or perish culture in science has been widely noted。学术界目前现行制度就是，你如果没有研究基点，你容易被开除。然后这边这一段就在说明这个现状制度的一些细节。那如果匿名审查制度取消呢？这样的诱因结构会如何改变？那这边首先所谓大家好，我有点的。We note first that the publish or perish culture is a subset of a larger system that we discussed above, the credit economy. 所以什么学术论文刊登基点，这个只是一个小环节，更大的环节是学术界的通用货币，就是credit， 功效吗？功劳吗？翻成中文，所以不是钱，是说你做了多少事。因此 ，any of these types of credit represents some kind of recognition of th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of the scientist by her peers。所以，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如果取消匿名审查制度，那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来评量一个学者有没有对学术有所贡献。So what would the effect of our proposal be? 所以如果取消用替代方案会有什么影响呢？ For better or worse, our proposal does no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universities to use metrics to judge research productivity. 其实这个刊登而赚学术点数的制度还可以继续运行。它差别就变成从以期刊数据为主变成以个人学者的数据为主，既然期刊不再是守门人，掌门人，守门人不再是掌门人，就是不能针对中间人做评分，那就是对个别学者做评分。所以这一点的影响，没有很大。然后one may want to criticize。Citation metrics as a measure of quality. 这一段就讲说，既然提到学术基点这个问题，这个制度其实有另外有很多缺点，然后你也许会期望我们在这边批评那些缺点，但是他们这边严谨的只针对学术审查的部分，其他的东西不予置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取消就是期刊为主的评分基点，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评量学者的学术贡献。而他这边是说其他的方式比较节省时间，所以整体而言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状态。好，第六点 ，the power of gatekeepers， 掌门人的权力问题。前面其实有提到嘛，就是如果不依赖期刊掌门人的话，那等于是个别衡量每个个别学者的贡献。所以取消审查制度，也可以取消掌门人的权力，削弱他权力。Or it makes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work a more democratic process.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所以以上六点都是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的优点。但接下来会有四个点是，依目前证据来看，不一定有优点，但是也不一定有缺点。第一 ，epistemic sorting。以认知论的方式做学术成果的分类，这个讲的其实就是学术品质的问题。如果没有刊登前匿名审查，学术品质能够维系吗？所以他这边去深入分析说，
匿名审查如何维持学术品质。第一，当然就是如果你的论文品质不够好，就不会被刊登出来。Peer review allows us to identify especially meritorious work, 比较绩优的作品, and place it in high-profile journals, 的评比比较前面的这个刊物, while ensuring that especially shoddy work, 品质差的作品, is kept from being published.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维系品质的面向。Second,Peer review allows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fraudulent work, 可以避免造假, or work that otherwise involves research misconduct. 因为要事先审查，所以审查人有可能比较可能会发现这个学术有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好，所以他们按照这两点去做比较分析。第一点就是，可以把各种论文按品质做分类，所以你看是什么期刊，大概就知道研究论文的品质大概在哪里。所以第一点，他们的回应方式先是去质疑这个东西的意义。Let us step back and ask wh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pistemic consequentialism, one would want peer review to do any sort of epistemic sorting. 为什么需要就是区分两用呢？We take the answer to be that epistemic sorting helps scientists fruitfully direct their time and energy by selecting the best work and bringing it to scientists' attention through publication in journals. 所以一样，省下时间跟精力，让学者立刻知道哪些刊物比较重要，哪些研究成果比较重要。How could peer review achieve this? 当下状态中的匿名审查如何达成这样的分类呢？ One might hope that, again, 用这个 might, 所以你就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但是 one might hope that peer review functions by keeping bad manuscripts, so-called, out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letting good manuscripts in. 理论上是这样嘛，审查就是为了要把比较差的就是 排在外面嘛。This,However, is a non-starter, 实则不然。There are far too many journals publishing far too many things, with standards of publication varying far too wildly between them for the sheer fact of having passed peer review somewhere to be all that informative as to the quality of a manuscript. 翻成白话文就是说，现在期刊多到如果你这个期刊审查没过，你可以原封不动丢到另外一个期刊，也许就会过。然后你如果第二个期刊还不过的话，你可以丢到第三个期刊，也许会过，一直丢到第就是807个，终于会过。所以光是有匿名审查不一定保证有这个品质很好。因此如果真的有这个就是分类的功能的话，它就不是说有没有接受刊登的问题，而是在哪一个期刊接受刊登。Rather, through sorting manuscripts into journals located on a prestige hierarchy. Prestige 是 a prestige 应该怎么翻译比较好？名声。所以重点，真正进行品质掌管的不是审查本身，而是哪一些期刊的审查，期刊的名声排名。好，所以理论上这个是学术界目前评管的方式。但是 our first critique, 我们第一个批评点 is that the available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the idea that the prestige hierarchy of journals tracks some underlying quality of articles.就是一期刊名声，期刊名声跟期刊里面文章的品质没有直接关系。根据实证证据来看是这样子 ：Articles published in high-ranking journals are retracted more， 有更多篇撤回 ；exaggerate effect sizes to a greater extent，
更会夸大自己研究成果 ，and do not appear to be more methodologically sound， 而方法论上也未必比较扎实 ，than articles in low-ranking journals。所以，如果我们说品质可以分这三个部分，你是否被撤回，是否夸大，然后方法论是否就是扎实，这三个点都跟期刊排名无关。就是前人有做过实证研究。Our second critique challenge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pistemic sorting to work as advertised, namely that reviewers be reliable guides to the merit of the scientific work they review. 好，他们第二个批评点是说，如果期刊真的能够有这个评管功能，代表说审查人员看得出来论文的品质好不好。因为如果审查人员看不出来的话呢，其实就是他选择要不要接受刊登就跟品质无关。而作者认为其实没有那么直接。Investigation, 实证研究 into reviewing practices, 实践方式 has not generally found much inter-reviewer reliability in their evaluations. 所以不同的审查人员给的评价可能差很多。What this means,is that one generally cannot predict what one reviewer will think of a manuscript by seeing what another reviewer thought. If there was some underlying epistemic merit, scientists were accurately, even falteringly, discerning by means of their reviews, one would expect there to be correlations in reviewer evaluations. 如果审查人员真的能够区分论文的好坏，那理论上不同的审查人员他们给的评价应该都差不多，至少不会相差很多。但是既然相差很多，那代表说审查人员的评管功能，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然后他们接下来说，但也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只是因为说，不是品质问题，而是评价标准的差异。但是即使是因为评价标准差异的话，那你最后得到的结论还是说无法判断出来品质好不好。Our third critique 还有一个批评点。We are not persuaded, 我们不认为 that the best way to direct scientists' attention is to continually alert them to the best pieces of individual work and have them proportion their attention according to position on the prestige hierarchy.好，这句是讲什么？scientist attention 学者的这边不是注意力哦，这边是指他们的那个有限的精力。我们不觉得学者有限精力最好的分配方式，是让他们只注意最好的研究成果，然后所以只针对好的论文去阅读并且消化并且回应。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研究，前人研究发现，如果让学者就是以随机的方式去注意相关研究文献，对于他们自己研究成果比较有利。如果让大家只专注几篇顶尖的刊物，对于整体科学研究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好处。这边就是在检讨背后的意识形态 ，meritocracy 意思就是绩效主义，就是说，百分之百依成果论，好的更好，好的东西更值得注意，这个意识形态，在这边受到检视。然后接下来他有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匿名审查他有一个回馈机制啊，即便你不管什么基点什么排名什么，但至少审查人员会给你回馈啊。但是他们自己的替代方案也是有回馈的部分，所以无关。We would expect this sort of peer-to-peer feedback to continue under a system without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所以跟他们现在要讲的东西无关，不管这个
刊登权利名审查制度存不存在，总是会能够去取得同侪的回馈。好，所以关于这个论文评管的问题，取消匿名审查制度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匿名审查制度本身就没有什么评管作用。第二点 ，malpractice detection， 道德问题是否能够被发现？那就是前面讲说，一般人觉得说有匿名审查比较容易抓到造假，但是呢 ，however， once again， the literature does not support this。实证研究发现一样，实则不然。A number of prominent cases of fraudulent research managed to sail through peer review。之前有几个明显的造假案例都是有通过匿名审查的。Up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ehavior of those involved， 如果再深入去调查相关人员的心态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peer reviewers or editors were especially negligent in their duties。就是去调查这些比较明显的造假案例，发现审查人员跟期刊编辑都没有渎职，没有失职。也就是说，这个是制度正常运行之下还没有抓到造假问题。背后心态可能是什么呢 ？Peer reviewers report unwillingness to challenge something as fraudulent, even where they have some suspicion, and avoid the charge。就是实证研究发现，匿名审查人员其实，即便怀疑有造假，他们通常也不愿意去抓。那好，也许没有实质的抓造假的结果，但是或许有吓阻作用啊。所以下一点 ，even 下一段 ，even if the prospect of peer review puts some people off committing fraud， 即便说一想到必须要通过匿名审查，就会让少数人决定还是不要造假好了。The fact that it is so unreliable at detecting fraud suggests that this is a very fragile deterrent system indeed。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其实审查机制不太会去抓到造假，所以吓阻作用也不大。Conversely, 相反的就是换作他们的替代方案呢， There are various ways for malpractice detection to operate in the absence of peer review. 除了审查机制之外，还有可以在别的地方去抓造假。然后这边就提到前人一些不同的提案，所以匿名审查制度跟造假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用别的方式做得更好。所以这一点也跟取消刊登前匿名审查制度无关。第三点 ，herding behavior， 这是什么东西呢 ？A consistent worry about scientific behavior。Is that it is subject to fads, 流行 or in any case, some sort of undesirable herding behavior. 所以这个是怕说学术，因为理论上科学研究应该是就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研究，但是就会有人担心说是不是大家都在赶流行，或是看譬如说最近在夯什么就去研究什么。Herd 就是那个兽群的意思，动物群。A natural thought is that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encourages this, since by its nature it means that to get new ideas out there, one must convince one's peers that the work is impressive and interesting. 好，所以概念分析下来呢，会有人会觉得说，匿名审查制度既然是你的同行去审查，所以真正创新的研究比较不容易刊登出来，因为真正创新的研究，你就必须要让同行了解它的意义跟重要性。相较于走前人走过的路线，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按照概念分析来看，感觉有匿名审查制度比较不容易刊登出创新研究。However, we are not convinced that it is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that is doing the harmful work here. 但他们觉得问题的重点不是审查不审查。那在哪里呢？重点是说是由你的同事去审查，所以重点是学术界本身。
那如果你取消匿名审查制度，学术界的成员还是那些人啊。你如果要用其他方式去做自己研究的品管，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计算你的学术贡献，还是由那些人去做啊。所以取消匿名审查制度对于大家是否跟风这个问题也没有影响。无论你用什么替代方案，都是那些人在做，所以问题还是存在。第四点，long run credit，就是长期的功劳积分的问题。那这边的他们的回应方式一样，就是说，只要学术界认为有必要去衡量你的长久学术贡献，那就会找到一个方式去衡量，未必是用匿名审查制度的方式，所以也跟他们的提案无关。好，所以主要论述的地方结束了。接下来他们提到一些研究限制，这个你们到时候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要注意了。现在还好。第一个可能的困难，a guarantee for outsiders。One purpose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serves is providing a guarantee to interested but non-expert parties。学术论文不仅限于学术人会去读，新闻记者啦、制定政策的人啦、其他领域的学者啦、一般人民都有可能会想要去阅读。那不了解学术界的人看到说，哎，这个研究有通过匿名审查，感觉就是一种品质保证。而且 peer review guarantees that outsiders are focusing on work that has convinced at least one relatively disinterested expert that the manuscript is worthy of public viewing。所以最少最少也是至少有找到一个人同意刊登这篇论文，所以它的价值有最低保证。所以如果改成刊登后审查制度，先刊登。再有人去看说值不值得，很难讲说能不能有一样的最低保证。但是因为它保证的那个标准有够低，所以其实不无可能，只是说缺乏证据，难以下定论。然后第二个限制，a runaway Matthew effect，the Matthew effect 马太效应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个是从圣经来的，《马太福音》圣经来的，就是好的越好，坏的越坏。那在学术界呢，就是 more famous authors are credited more for work done simultaneously or collaboratively, even if the relative size or scale of their contribution does not warrant a larger share of the reward。就是说，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受到重视。然后，比较有分量，即便他的成果相较于比较不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小，或是贡献比较少，是一个名声问题啦。那目前的制度因为是匿名审查，所以理论上有一部分减损了这样的不良效应。如果换成先刊登再审查，或许不会，就或许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不良效应存在。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有两个回应方式。第一个回应方式就是说，这个效应其实没有说什么不良，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说，while some have defended the Matthew effect。We will not go that route in defending our proposal。所以他们这边要没有要检讨这个问题。他们的回应方式呢？其实也是走一个比较市场机制的方式。如果真的有就是富者越富这个问题，就是知名的研究越来越知名。To some extent, this creates opportunity for arbitrage. If the Matthew effect ever became especially severe, there would be a credit incentive to specialize in seeking out the work of scientists who are not getting much attention.
如果一样，如果大家都只注意知名学者的研究，那如果你注意到比较不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然后这个成果非常有意思，这个也算是一个对于学术贡献的，对于学术创新的贡献。所以利用一个自然市场机制，其实也可以渐渐保证说这个不良效应不会大到就是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现状其实也是这样嘛，如果现状也有这个影响，那市场机制没办法百分之百解决。所以他说 ,However, this does not fully solve our problem. 然后他就说，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说应该怎么解决会比较好。或至少说可能的解决方式超出这篇研究替代方案的范畴。对。所以既然他们无法推演，没有实证证据来说明到底能不能减少，所以 we prefer to stress to emphasize that at this point it is just not known whether the Matthew effect will be worse with or without pre-publication peer review. 好，这个其实是整篇论文唯一他们没办法百分之百回应的点。所以他们的回应方式就像是我平常教你们一样，他们就画一个更大的饼。那他们画的更大的饼就是说，你看我们上面讲的这么多好处，加起来远远胜过这可能的唯一一点负面，这个坏处。这样讲 ,given the clear benefits and the unclear downsides of our proposal, 就是说正面效果很明显，负面效果也许有，但是不确定，所以整体而言利大于弊。所以我们看到然后下面 conclusion 就是结论，就随便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篇文章里面他确实做到了，我跟你们讲说每一点都要回应。然后他是按照说回应的方式来分类。第三大点是对方的说法错。第四大点是对方的说法无关。然后第五大点的说法是对方的的分法是对方的说法对而且有关，但是相较之下比较没有那么重要。这就可以回应就是我们之前讲说如何回应对方说法嘛。要么错，要么对但是无关。要么又对又无关，但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要么又对又有关，然后又重要，但是相较于你后面画的更大的饼，相较之下还是没有那么重要。他就是这样子写的。第三大点的 benefits， 所以人家说现状比较好，根据这些证据其实错了。第四大点 makes no difference， 所以其实这些点分析下来都无关。第五大点真正有。是对的而且有关的，他们五之一的回应方式是说可能的负面作用完全输给可能的正面作用，按照他们当前分析。五之二的分析方式是说好，也许蛮严重的，但是你要看我们后面画的更大的饼更重要。所以这篇论文就是基本的论述策略就跟我教你们的是一样的。OK， 这篇论文你们有想要提问吗？我知道讲有点快，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再慢慢看。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几周要干嘛呢？我们今天3月18这周 ，is peer review a good idea 看完了，然后你们今天理论上有交作文了，所以我下礼拜之前会把你们作文改完，然后。我们来班上呢，我跟你们一对一面谈。我先把作文发还给你们，然后你们仔细看，说有没有哪边不了解的。所谓不了解，是说你只要说不出来为什么我这边是这样改，其实就算不了解。所以当天就是你们看，就是自己看一遍，然后准备好要来问我就可以，就是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帮你们就是解答。
四月一号愚人节放假，不是因为愚人节了，但是放假。四月八号呢，你们要根据我给你们的修改意见再改写一次，然后交纸本给我。那天我们在班上会来期中考模拟考，期中考只考申论型作文，所以我当天就会，应该会发空白纸给你们啦、啊，然后准备几个模拟题目让你们就练练手感。这个我应该没空帮你们改了，但是就是让你们练手感这样子，就是确定说时间安排如何安排比较好啊，然后能不能写得完啦、啊，修改时间够不够啦、啊，练习一些考试策略。然后那天刚讲你们要交修改后应该算是三稿吧，二稿还是三稿？二稿，修改后交纸本给我。然后再下一周我们一样一对一会谈第二次。然后第九周四月二十二号期中考就是你们要真的去考申论型作文了。然后接下来就第十周进到我们第二个单元了。这个 schedule 可以吗？Schedule 有没有要问的？好，今天就上到这边。如果你们作文的部分有什么要问的，或是任何英文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下礼拜见。